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27号下午的，快2点钟了啊。我们有遵义的静姐带我们来这个叫花帽村的一个地方来逛一下啊。这里好多的农家乐啊，所以带大家来看一下，好多的那什么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些东西。我们3台车停在这里，一台我停在这边啊，他们2台停在那边啊。我们周边带大家了解一下，逛一下。这是路边的一个小停车场。好了，我的小电动车拿下来了啊，外面罩了一个雨罩，就没有怎么弄脏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还挺好，还挺好。现在都好骑了啊，好骑了，没问题了啊。好嘞，给大家看一下周边环境。骑上我心爱的小电驴，去逛一下。哎呀，哎呦，好，带大家去逛一下，往下面走。哇，好多都是哇，环境弄得挺好，花花草草很漂亮。现在新农村弄得很漂亮了，我们往里边去逛逛。哎，哇，漂亮吧？这家家户户弄得多美呀，哈哈。哎呦，住在这里这个漂亮了，叫花帽人家啊。哎，这样的农村才感觉挺好，不错，真美，家家户户，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这里还有种地的，哎，来看一下，这不错吧？这叫田园风光。这边房子，大家看一下，这边种一点稻，啊，稻熟了自家就可以吃了。哎，这个是很点，比较舒服，哎，我看着都比较舒服。田园风光，真正的田园风光。退休了就要来这种地方。哎呀，去不了了。哎呀，这是去人家家里了。哎，我从那边逛逛，还能逛进去。得呦，得呦。哎呀，这个小村小寨，带大家去逛一下。啊，这户人家，哎呦，这房子快倒了吧？好像。哎呦呦呦，哎呦呦，小村小寨。哎，这个土坯房，这个是不是养牛的嘛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这是不是牛棚？哇，这真的是牛棚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啊，这就是牛棚。哎呦，这个已经在我们那边已经很难看得到了啊，这都是土坯的牛棚，里面用木架子把它搭了一下，免得它倒塌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好了，我们。沿着这种下街小路再去兜兜，还能不能往前走兜一下？哎呀，这好像到人家家里了嘛！这好像到人家家里了。哎呀，这好像到人家家里了，出不去了啊！这里可以出去上去，不是家里。哎呀，这是一条大路。咦，这个农村道建设的这么漂亮，倒没想到啊！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是什么卖东西的？卖各种各样的东西，现在没游客啊！现在没游客，这叫遵义县谢花镇花帽村啊！哎呀，花帽景区游客接待中心。哎呀，这个新农村弄得漂亮！哎呀，我从里面下面往前逛，给大家逛一下。哎呀，在这里生活倒挺好啊，那基本上这里靠旅游业为主了，农业旅游业啊。哇，这户人家乡接桃，只是现在没游客啊，家家户户你看，哇，这叫田园风光，
那边种了茄子吧，应该还是什么东西啊？也不是茄子啊，看着好像下茄子啊。这里好多茄子，是茄子树吗？茄子应该哎，不认识了啊。所以说，咋在农村，在基本上离开农村很久了。对，这里有条小路。这里有条小路，带大家去逛一下。就要看这种田园风光啊，有个小电驴还是挺好的啊。周边几公里逛一下，深入了解，深入感受一下田园风光。哎，来看一下，有条小河。我们小时候家里也有这样一条小河，在里面捉鱼虾，哈哈。多少年了？应该有个30多年了吧？一眨眼30多年过去了。师傅，这里有鱼吗？没有啊。啊，喜欢钓鱼的人就喜欢在这种地方钓鱼，一耗就耗一天。豪哥是没有那种耐心啊。哎呀，这个农村，哎呀，比较好，真的比较典型的啊，值得全国推广。啊，真的不错，环境也很好。师傅在钓鱼。哎呀呀呀，哎呀呀，哇，好多人在钓鱼啊。哎呀，这种田园风光的感觉已经好久好久没享受到了啊。现在我们大家都住在城市里，真的感受不到这种感觉了。哎呀，还有一个小凉亭，哎，真的去感受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小农村不错啊。哇，这环境收拾的真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漂亮吧。还有竹子，这都是一个菜场了吧。啊，那个种菜的大棚啊。然后这里的人基本上靠旅游业、农业这样，对吧？大家这个是什么？是我们那个大豆吗？我们舟山话叫大豆，茶茶的豆啊。哎，不知道叫什么了。哎，再绕一圈，哎，这个挺好，带大家好好逛一下新农村。这个新农村值得，不错哦。这里是一个自行车道，大家看一下。哎呀，绕着小农村跑一圈，哎，这挺好，感觉挺好啊。哦，这里是要自行车道，我觉得这个农村规划的特别好啊。大家看一下，有种地的地方，有溪水，对吧？哎，有小伙子在钓鱼。哎呦，这挺好。哎，这个水还挺清嘛。师傅，有鱼不？没的呀。哎，这水还挺深嘛，你看水还是挺，水质挺好，水质不错。嗯，好了，我们再往前逛逛，走起来。来看一下，这里新农村才是我们好多地方值得学习的地方啊。搞搞旅游业，对吧？把乡亲们带致富了，环境也就好了，对吧？你看这个水渠啊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是茄子还是什么东西啊，里面种了什么西红柿，对吧？这个农村我觉得是我见过的农村里面布置的最漂亮的，真的是。虽然没看到什么山清水秀，但是水还是挺秀的，你大家看一下没有啊，应该也算山清水秀，田园风光，对吧？哇，里面好多茄子啊，对吧？哎呦，这里有垃圾啊。哎呀，来看一下，哇，那边还种了好多，养了好多鸡呀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哎哎哎哎哎，还有在种地，哇，一个人在种地啊，这个有点，这个所以哦，两个人在种，现在种水稻，哇，这是水稻了，这是水稻吗？应该是水稻吧。哎呀，你看这里的农村人房子建得也漂亮，对吧？
这个新农村还真不错，真的不错。这个应该属于典范了，农村里面的典范了。好嘞。哎呀，这是我看到过最漂亮的农村，和 KTV 呢。呵呵，这农村人太会享受生活了啊。家家户户都是楼房啊，门前月后都种了一些自己的农作物啊，前面笔直的柏油路，对吧？哎，这真的挺好。你看家家户都是楼房，哇，路也好哦。大家看，这家家户户，对吧？你看风景多美，这样的才在农村里才待得下去嘛，对吧？要不你待不下去啊。真不错，真的不错。我刚是从哪边上来的啊？应该是从这边。条件好的家里还有小轿车，对吧？这新农村才留得住年轻人，要不没有这么漂亮的农村，留不住年轻人了。哇，thank you.